检票日元，仅推有婴儿车或轮椅旅客往四有不能和车外通道检票日元，请只有纸质票的游客往右侧通道检票日元，请只有纸质票的游客往右侧通道检票日元。听不到声音，那个一个声音太吵了。Thank you.
刚从中国来走，这么多年没得找到好的深圳人。那你明儿不是应该在学校看吗？不然我从西安。我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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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是好人，他是观音菩萨，他是专门帮助受苦受难的。好吃的棉花糖，好甜。
二色素，棉花糖，好，棉花糖，二色素。姐，你要不要棉花糖？我拿刀切哈。阿伦，我在考场，阿伦。拜拜，你好。你们把我的姨姨他们。啊，我是在喊着嘛。啊，我是在喊着的。在那个地。大家请往前走，减少停留，注意老人小孩的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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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价指引结束后，有序往前走。
请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有序关灯，感谢您的配合。
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，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，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。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，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，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人类禁止吸烟，请看好老人、小孩及随身财物，有序关灯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好了，成语号。哦，这个下面的哈，我们这个前面点点哈。好好，我们全部走前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好。好好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太阳冷，小妹表演了啊，
新时代，这是。新疆，他
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,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
现在其他都是看四方的。
样，那倒是厉害的嘞。挺好，也是我穿衣服。也是我穿衣服。Thank you.
好奇了，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哪里？哪里？我衣服洗不干净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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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有想念的真实的人。报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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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不去心痛，伤在口里几回天下几重逢，旧饥饿从不记忆你相逢，要听不巧的祝福祝祝你只有风景轻松，就在口中的你不记忆你相逢，这就是来什么事儿啊，来来来演员的话题，来上快点走死，哎我反应小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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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的，您好。慢慢逛回去吧。快点！傻子了。Thank you.
这边是用筛子吧，石头螺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觉得这边这边在金币在那边走，长的啊，我穿的是。Thank you.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中华彩灯大世界。为了保证大家度过开心难忘的欢乐之旅，请大家在游玩时注意安全，不要拥挤打闹，请勿靠近水。来了，就来了呀。表情，哪里走？
节目哪里？我们工号出门完毕，已经入起航准备。讲一下，第一排要圈中落地啊，圈到底，第二排挂两个脚，第三排挂一个脚就行了，知道吗？那是全挂一个脚，你刚刚他走的怎么进去了？高效一点。Going to be okay, we're looking at it.
么多年了，是的。从哪里出来？他是没机会。要百分之三和停车场。乘客朋友们，你往北站的出口都是三门出口，一层出口，要百分之三和停车场。乘客朋友们，这个位置不好吗？还是那个位置？要百分之三和停车场。乘客朋友们，你往北站的出口都是三门出口，一层出口。哎，走哥，走哥，请问一下，我如果要走那边那个门出去的话，从这儿走过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大肚子疼，妈哟！这边是北门，那边是南门，南门就是正道。我们左边游客中心的游客中心，我们可以来。游客中心是吧？我们坐那个八号路。你要坐车从这边去。拍照和旅行结束后，有序往前走。一千多块钱呢，我只要。
导航及指引材质，有序关灯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游客朋友们，绝对注意安全，请系好老师和及时这边可以放河灯，放许愿灯。Thank you.
此次为景区铺好，只出不进，请谨慎游玩。